同学们好啊，好啊，这个你好、啊。上个学期不是一个头发很少的老师来上课，来，上次他的衣服过来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上个学期给你们上课吗？他这学期不在福州啊，因为他没事干。因为他本来呀、啊，去年是回福州来看一下亲戚，过几周就走了，然后非常不幸的遇上新冠病毒，好棒、啊！然后他就在福州待了一整年，待了一整年就顺，他应该要去澳大利亚，就顺便过来教书了。那现在回去赚钱呢，就我来给大家上课。啊，我是谁呢？你是子善啊？哎，嗯、啊，你和天雷是好基友对不对？我是他一中的学弟。学弟哦。但外面那一下的林浩宇啊，阿伯啦，啊，听不懂林浩宇，然后就我就讲林浩宇咯，林浩宇阿伯啦。这节课先应该大家问胖工的胡舅啊，李叔胡舅啊，李叔也休息先拿嘛，李叔就是历史啊啊啊！郑天雷以前给我们放过那个什么啊啊，热火那个对啊，各种视频啊，就之前哦，我知道。先给大家讲讲福州话的历史呢，时间不多呢，教大家一下福州话的声调，这个是讲义。来，我打开我的讲义，看一看。每个人发一点。教材给我的，每一个人教材。我觉得教材给我的。我先问一下各位同学，就是说各位同学会说福州话的有多少啊？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。用你电嘞，就说会讲一两句的都可以举手。一两句的，哎，骂人的都会。啊，十一你嘛，帮我操，法律呗，啊，大家帮我操作我老家的项目。发了，啊，不发了。我也要，哎呀，我看不起这种的，我也要，我给他后悔。那个，福州话会听一点的同学也举手一下。好，白天。真好。啊，差不多吧，当。让大家那嘴巴也真紧，比我现在还要好呀啦！我这个人的经历跟去年那个郑老师差不多。啊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讲？然后，不是啊，墨尔本大学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。那不是这样子。在那边玩计算机，玩电脑。然后查到了谷歌的福州话资料，然后就准备去搞这玩意儿。我跟郑天雷一样，是小时候不怎么会讲，然后读了大学以后发现为什么舍友都会讲，就只有福州人不会讲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？然后各地的那个同学就开始抱团嘛，比如什么我是浙江哪里的，我们抱一个团一起玩，那就只有福州人抱不了团了，抱不了一起玩，然后就被人排挤。因为你不会讲本地福州话嘛，那你缺少这种身份的认同，很多人就玩不到一起来。这个是我学福州话的动力。后来学的时候就遇到郑天雷，哦，哎呀，遇到郑天雷就一起学，然后就一起做事情。心头一格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介绍了，这个也不介绍了。没事，看一看。先讲一下，这个也不讲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没有什么好讲。我先讲一下福州话的历史是什么样的，我给大家讲一些。这个以前教过哎。教过吗？以前听人说过。什么？照顾一下没有上课的同学。你们有没有奇怪？就是说。就说现在大家讲的都是普通话嘛，对吧？那福州本地讲的是福州话，福州话是哪里来的？福州话是？难道是什么时候有一群福州人，福州一把家的胖哦，然后就开始说福州那多讲闲话，然后发明出来一个福州话，最不可能的大爷，这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！
福州话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先看这个视频，先看一个。没有视频，我太懒了。太懒了，没有准备视频。像这个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林浩宇，他说的是上古汉语。后来呢，他遇见了顺天雷。你看这个，画一个很抽象的福建。这个是福建，是长得跟斧头一样，大概就这样子。这个地方不是福州吗？啊，好像哦，是不是非常非常像？是太像。这个是福州，好像好像。这个大概在春秋战国末期到这个汉朝初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叫叫闽越国，他的国王姓郑，名天雷。闽越水镇，哎呦。这就是根据闽越国这个名字来搞的一个旅游景点嘛，闽越水镇。那么这个闽越国呢，本地的居民不是汉人，南夷。对，当时北方的人把我们福建的人叫做蛮夷嘛。那么本地的这些闽越人呢，当时并不属于北方汉人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。那么你如果好好的苟一下吧，好好的猥琐发育。搞不好，齐王扫六合，搞不好可能还能活得久一点，但是闽越国的国王整了个郑天雷啊，郑天雷非常的腐败，他整了个非常霸气的东西啊，他封了几个吞汉将军，啊，子上为大将。封了几个吞汉将军，想要往北边去打汉，打掉汉朝。当时这边的这个浙江这块的土著，啊，基本上也被福建的闽越给打了，南边广东的也被打了。那这下不是顺风局吗？顺风局发展的这么好，那个何不想着北边上面打一下，也把汉朝也给打了？然后就嗝屁了。然后就嗝屁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这就是郑天雷作死，就没有了。哎，怎么没有插呢？老师没关系，用手也行。对呀、啊，插一管最高兴就是用插灯插。我初中时候用手插这个，然后被我们的数学老师骂了一顿。为啥？一个女性的梦魇。梦魇。怀疑一下。是不是就是梦魇就是一种话？啊，闽越国被灭掉了嘛，那本土的这个土著。就没有自己的政权了。那再往后呢，中国北方那个地方不是经常打仗吗？啊，对呀。那每次打仗就下来很多人。老师是历史系的吧？不是，我是中文系的，学语言学。老师，那么这波。那解释一下蓝语是什么发展过来的？什么东西？蓝语。晋。没有蓝语。晋朝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吧？十六国。嗯，晋朝时候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皇帝，说何不食什么，知道吧？何不食？哎，就那个晋，反正就是说老百姓都要饿死了，没饭吃，为啥吃肉呀？那为什么不吃肉啊？没饭吃，吃肉吗？前进。那非常顺理成章的，这种王朝是活不久的。嗝屁了。那当时北方的移民就下来进了福建，北冥南街，对吧？对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南夷。接下来再到唐朝的时候。唐朝。唐朝的时候。是有耳朵还是没有耳朵？在唐朝快要完蛋的时候呢，又有一波人进入福建了。闽越王。开闽上王。那个谁，王审之，哎，对，就是他，对，叫做王审之，那个，哦，节度使，啊，初领是谁搞领啊？那谁搞领骗啊？无所谓，闽王庙也有嘛？拜。闽王庙里面祭祀的就是这个王审之。要吧。这个我的祖宗是当时王审之的一个手下。哇哦！这你都知道？在攀关系。啊，他当时就是跟着王审之一起进了福建。啊，我祖宗是皇帝的子孙哎。所以说，这个事情，这一波一波的这个北方汉族的移民呢，对福建起了重大的影响，是吧？所以说，福建讲的话呢，就渐渐的从原来的根本不是汉语，
那往上加，跟那个叠汉堡一样啊。你看这个这一层是不是汉语的嘛？那你给你叠一个蔬菜，蔬菜叠一层，蔬菜叠一层，这个是比我们说这个是汉朝时候的汉语给你叠一层，肉叠一层啊。这是晋朝时候的北方的汉语，再叠一层肉，再叠一层唐朝时候的汉语，再叠一层啊，再叠一层，一层一层往上叠。汉堡。叠出来这个汉堡，就花蜜制小汉堡。注意就来，不记我啊，来啊，这个就是福州话的历史。汉堡一层一层叠起来的。是大。那么可以讲一些有意思的历史吧，历史课比如说什么呢，比如说福州话里面保存一些古代汉语的发音啊，这个也算。比如说什么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福州话的词汇嘛，你一看词汇就能发现福州话里面保存了一些比较古的词，那比如说福州话把你叫啥呢，这个是福州话里面的女、啊、有的女第二人称啊，你们学这个语文课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嘛，他们写到这个鲁的时候他就写一个女字对吧，那为什么写一个女字不写鲁字啊，因为他们发音相近嘛，不然鲁字这里有一个女干嘛呢，那你看一下福州话里面的这个鲁怎么念，这不是念女吗，那既然一宅的借一宅亚的女，还有什么呢，我们想一下啊，比如说讲这个字，这什么字，肥字吧，回不语啊，回，那你想一下在普通话里面是字念肥嘛对吧，但是它是一个形声字，知道形声字是什么意思吗？月八，对吧？月八。那它以前说八和八有关系。那它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八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想一下，它这个字。肯定有个啊的。它这个字念八吧？它不是八啵的音吗？它不是啵的音吗？那你看它为什么念肥呀、啊？肥。它为什么念肥呀、啊？肥。你看这个啵跟这个啵。你乍看一下，你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你说我是形声字，那我写一个八干嘛？你怎么发是形声字？干嘛我不写一个跟飞一模一样的发音，对吧？对，那就是有。这是因为当初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啊，是从这个字的音跟这个八的发音是差不多的。它是后来演变成那样的。那后来就变成佛了嘛？后来它从这个跟八很像的声母，它就变成了佛的声母。好像哦。那么在福州话里面，福州话没有走这个音变路径啊，它没有走这条路，它就没有变成分。你看福州话里面根本就没有分这个音嘛。啊，不就我去推行了，不就我推不语。不语。不语。啊，声母还是这个声母，对吧？还是这个声母。后面那个韵母有点那个。不语吧。不语。不语。跟这个八的声母是一样的，这个是福州话纯古的一个地方。纯古是什么？就是保留比较古的特征。那当然，福州话也有创新的地方，创新的地方也有很多，我就不讲了。比如说什么呢？我想一下。哎，不说不讲哦。讲一下嘛，讲一下嘛，讲一下你们想要什么词 ？K。不要讲骂人的话。哎，都是福州话，有什么区别对吧？主要是我们这个发下来发到网上，人家风评不好，说这个时代中我以后生开的一个中文，但是也可以讲啊，我们就蛮讲了，反正大家都爱听，我们就蛮讲了。哎，西猪，哎，都是西猪。普通话有什么创新呢？比如说普通话这里有个词啊，这骂人是笨蛋的。西猪，哎，这个西就是那个品相。那个对。就骂人是瞎话佬。对，这个词最初是用来城里人骂乡下人的，说乡下人就跟溪里面的猪一样，人家 K D 对吧？ K D K D。但是那你想一下，这个字不就啊，不应该是一台 D 吧？一台 D。
啊，姐，我们用的这个地域是，那但是我们平时念的时候不是念地域的，我们念的时候是绿开绿啊，开绿，那它为什么从这变成了呢？变体。这个是福州话的一个创新啊，福州话有一个在汉语方言里面属于一个很有特色的、很为人瞩目的一个方言，就是因为它在后面有一大堆这样的创新啊。还有一整个系统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。那再比如说什么呢？我们说这个普通话粤语之类各种各样的汉语方言嘛，嗯，那你一个汉字怎么写就怎么发音嘛，比如对吧，不是这么说啊，那你比如说福州话，普通话说人是西猪，我们假定说就说你是西猪，不会念成西撸吧，西路不会有人念成西路吧，不会有人把的变成的吧，对吧，但是福州话就是会这样变啊。问起来为什么？再比如说什么呢？再比如说福州话说这个很多日，很多日来讲嘛，很多天，亚连尼亚连尼正常，很多是亚拉少在一种哦，亚亚有点想回老家了。为什么？听不懂啊。因为少贼他呀呀啥呢？呀啥呢？那你说为什么他连的？这不是字音不是念啥吗？啥呀？这不是念啥吗？啥？那我念亚雷尼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变成嘞呀？为什么变成嘞？后面那个字，后面那个字是怎么来的？嘞了，哎嘛。嘞，为什么从啥变成嘞？那个日是怎么来的？你，你，呀你，为什么、啊、这好奇怪啊？你没有觉得？啊，太奇怪了。不奇怪，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。这个我们以后会慢慢教啊。教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是普通话创新的地方。普通话，熔点记词的，它不会记这个规律给你。哎呀，这个。但是熔点有一个。有一个拼音的描述文档，有的。那不是老师，不是纸上做的吗？对啊，就是我写的。哎呀，太牛逼了，看都看。那么时间一直走，你们知道明朝末年的时候，福建发生一个什么事情？那个什么五口通啊？不是那个是清代。时间穿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倭寇打进来了嘛？倭寇打进来，不是接下来就有一个叫做戚继光的将军啊，帮福建人把倭寇给打退掉。那么民间传说是这样子，戚继光带了一帮人来福州嘛，当花言胡诌乱讲话，伊可能听不会耶。福州人讲话他们听不明白讲的什么话，听不明白，那有必要出一本字典吗？那你什么都听不明白，你打什么仗？等一下你说倭寇在哪里，那胡军那个几名几名跑过去，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，打不到倭寇怎么办，对吧？传说就是说戚继光主持编写了这样一本书啊，那么后人呢再把它跟另外一本书合体合并一下，就出来一本《气灵八音》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。到了后来福建地区各个地方，比如闽南啊什么地方呢，写自己的词典，基本上也就是照着这个七零八音的样子抄抄写写。这个不是按照那个以前也不是那种注音的律师吗、嗯、就应该就是抄那种的格式。这也不是，七零八音的格式比较特殊，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的方法，它这个字母算是最特殊的。但是我要是讲这个字是什么东西，大家可能会睡着。哦，看不懂了。那这一本就是我和郑天雷一起买的，在哪里买的？网络上买的。啊，淘宝。买的七零八一。多少钱啊？两个女女女。很贵呀。你为什么一看到女就这么激动？你为什么一看到女？壁咚过一个女的。嘿，你别乱说。不要吧。你别壁咚过。不要吧。有赢吗？哪里有你？哪里啊？就下面那一个，右下吗？左右。哦。啊！这是，你不知道这什么字吗？不
这是尖字啊。哦，强劲的尖哦。对啊。哇。哇，是的，是的。为什么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上面？男人本色。神经质的，健康的男人。这个性取向正常，你性取向都不正常。哎，那接下来到了传教士，传教士过来。到了清朝快要完蛋的时候，传教士过来，就有很多传教士过来。那他们过来以后，又发现，哎，听不懂，就等于是再放送梅开二度。当年不是我们说传说戚继光过来，听不懂，外国人听不懂，然后外国人也过来，外国人还特意学了一下这个普通话嘛，就是北京那边的方言，学一下过来。哎，还是听不懂。结果发现福州这里讲的为什么讲的跟七七八八，为什么讲的跟北京的这么不一样？北方方言，南方方言。那他那这波不是还要重新学一遍汉语？对呀，梅开二度。那他们就梅开二度又再学一遍，又编了很多教材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教材的剪影。Teacher， 何老师讲过。来给大家。检查一下大家英文水平。有没有觉得很折磨？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了那个课本里面那个黑黑的那个玛丽亚，那个玛丽亚，很折磨的。老师天天叫我们背那个英语的句子，好难受。那这不就是让外国人难受了，对吧？天天在这里背福州话。那这里写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怒神为我加力福州。”你说我家里不行。麦休你工作爱我。单亲男。他们就当时就是这么说啊，先学什么好。一句一句的在那里学。对。哇！还是他的新闻比较重要。你要福州话。接下来福州话要发生各种各样的演变啊！那么随着福州人移民，啊，福州人跑到很多很多地方嘛，他跑到这个南洋、马来西亚那边，那还跑到哪里？跑到美国去吧。那到了那边，福州人又接触当地的语言嘛，当地各种各样的语言。那么在那边的福州话又有新的发展。比如说这个巴萨是什么意思？巴萨是马来语，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里面市场的意思。那么当地的福州人呢，就学了这个词。学了巴萨，那就用巴萨来代表市场。那你说正规的市场，不是说正规的市场，福州话市场怎么念啊？七洛嘛，可七洛可就才没拿嘛。那他们那边没有七洛怎么办？他们那边只有本地人开的巴萨，他就说我口巴萨嘛。他们就把这个马来语的词学到福州话里面去。巴萨不是白白族呼救啊，还是巴萨嘛。但是他们那边因为原住民把巴萨叫做市场，所以他们那边巴萨这个词就变成市场的意思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大家比较难想到，跟他们那边的福州话，用我口语口一巴。很好。
口语口八十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？原来是这个词啊 pass 过了英文的 pass 啊，福州人写的是福州话呀，福州人学不像就学成八，然后我口语口八就是考试考的 pass 过去的意思。还有什么 building 建筑物，还有什么 building 最好的 building 捡到一楼，这个是到了美国那里的福州人啊，他们就学了本地这个词，就把 building 这个词拿过来用，就变成了 building。我靠 building 爹爹，我靠 building 爹爹推车，连中文也很久啊。我去办公室。那么福州话这么多年下来啊，我们说从七零八音开始吧。七零八音开始，这要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。从更早的唐朝下来呢，有多少年？也有千百年了嘛，对吧？那么福州话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也能用各种各样的书写系统来写。那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汉字嘛，对吧？那你说福州话不用汉字写，用什么写？那它倒是能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写啊。比如说什么呢，他可以用传教士发明的教会罗马字来写，写出来跟拼音有点像。我想一下，你们想个词我来写一下。 KD 行吗？不要，要讲一些比较健康的词。摩伦洞，摩伦洞哪个可以啊？可以。哎呀，老梗了，老梗了。摩伦洞不上课怎么这波怎么写啊？我们用这个用汉字来写叫做什么？我看一下讲讲义啊。哎，你等我十秒钟。不上堂。这个叫做摩伦洞。那你说那个用教会罗马字怎么写？这个是传教士发明的一种书写方法。哎，还有你。摩松。这个也是摩伦洞啊，用拼音来写呢跟这个差不多啊。这个日文模板好像这写字好潦草，用拼音来写也是差不多啊。摩伦洞普通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文字来写。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材料没有的，大概就长这样。还有一个很鬼畜的闽腔快字，看上去跟阿拉伯文一样，圈圈叉叉的。那个也是福州话写出来的。老人才看得懂吗？福州话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可以写。操，阿拉伯那什么鬼畜的？也不是说阿拉伯，长得差不多。哎，还有参考文献，太专业了。啊，这波也讲完了，我们大概把福州话的这个历史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跟福州话可以用什么文字写给大家？几个问题啊？下面不是有个结束话题吗？那个下面那边哪里有叉？那个左右边那边没有叉，这个叉对呀，很小的叉。那这波讲完了，我们教大家一下福州话的声调吧。大家应该都上过音乐课吧？音乐课没有被其他老师给他冲掉吧？那没有，实在很遵守纪律的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五线谱是什么东西吧？知道啊。认识。你不会写简谱吗？对吧？那么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用五度标记法来学福州话的声调啊，这个知道，对吧？这个越上面音调越高，对，像那个我们来啊，五四三二一，你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么唱也可以啊，五四三二一。那么一是最低的嘛，反正啊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了。我们来学福州话的第一个调啊，在这个地方啊。
这波叫什么？啊，这个叫上平。啊，对，这波叫上平，有什么字？比如说，八，各位请念。下次一定。这么讲有点羞耻，突然喊我八是吧？哎呀，那不讲八，讲爹吧。换一个字啊。爹地。换一个这个字。妈。换一个一。一啊，那么第二个掉在哪里？第二个掉在这里啊。一，这个叫上上，对，这个叫上上。上上，两种，一种是奶奶，一种是妈妈。那这个调跟这个调什么区别？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那都是平的。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对吧？怎么又是这个字？因为有的同学换这个字怎么样？歪。一样的，比较低一点啊，一个比较高一，一个歪，对吧？然后再来一波，上，再来一波更加低的，上去，啊，从二到一是什么呀？从二到一，二，比如说什么？比如坐字，二，找。对吧，这个字很低，你可以把它类比成普通话的那个普通话的走路的走啊。哎，左手有个折吗？可以有折也可以没有折吗？没有折的话那就是往下了，直接往下都没有折，对吧？你可以有折也可以没有折，但是我们就当作没有折了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啊上路啊的一个调啊。这波有什么字？比如说打死你的那个爬，爬死一女，爬死一女不好写那贼的说那样的哦，一把一母爬也是这么上去的吧，是吧？声调也是上去的。啊，下平。接下来继续讲啊。爬个下平。怎么说有课文了，我就可以用上我的中日英三语注音了。真的吗？怎么还能用日文注音啊？对啊，我可以用日语五十音去注音啊。但是日语五十音数来数去也就那几个音啊。啊，确实，但是聊胜于。对吧？这接下来还有一个下降的调，也是下啊啊啊是些哪？哎，比如说爬，哎哎爬，你就要喊爸，哎，很尴尬，很尴尬的一个词啊。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还有啊啊。声音上去了下来啊啊啊，罢免的罢啊啊。你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八八八开玩笑没开到点子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老师你发际线好高啊。是啊，没有接雷刀啊，发际线不高怎么读大学？听到没有？有把头当头上输家说话有一个词、啊、大头大学欢迎你。福州话叫爸爸，哎，叫做龙妈，哎，龙妈，硬龙妈，硬龙妈，对吧？它是狼爸这个词啊，硬龙妈，龙妈，这个爸就出现在这里面，龙妈，你们说我是懂的，还有什么呀？小学生怎么啊？啊，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？听得懂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字念谁，声音也是这样子上去再下来，谁上去雷儿子，最后一波都没人影啊。啊，最后一波刚刚讲的那个八，八，白色的那个八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多连续特殊声调。啊。
不就啊，讲我在哪里吧，我讲多多点呢，加点呢，加多加，声调都是这个调啊，不是这个写一个虎的调，一个和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字，哎，这个字还见过。对吧？我到课文里面有没有？这个字是“嘎”点的那个“嘎”。嗯。那么大家之后在讲义上面也见到了、啊、这个上面的，最后那两个先不看，看前面那几个调。我们来做这个小学生。小学生才会上的课，来，大家来一起念拼音啊！这样这样这个童趣啊！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个，他都是用形状，用那个线条，那个看得懂，这个数字看不懂啊，数字看不懂，对。数字看不懂要学着看啊，因为你上什么熔点啊什么的，用的都是数字。我不上熔点，我也不做图了。那么这个是高一点的啊，这个是低一点的，这个是下去再上来的嘛，这个是上去，这个是下来。来，大家跟小学生一样来念一念。小学生说话。你看这个五是什么意思？五就跟那个简谱里面那个啊一样嘛。啊。对啊，一起念啊，有一点羞耻。八八。来八。八。八八。八。八，那为什么呢？写三十三，三十三。声调低一点。声调低一点，要八。八。这个是八。八。八八，跟女鸭吧，女鸭吧，鸭吧对吧？鸭吧，可以。还有呢，八八一百八一百，八啊，看声调下去啊，八八